各位同学，即马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即马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S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有较寒啦吼，啊恁因为真辛苦，咱车还阁无烧气。那热人有一点仔冷气，还阁会使，啊，即马无小气，所以大家较辛苦。啊，不过我先恭喜大家，会向即个时阵来上即个高级班的课，因为可能恁话有听人讲，啊，有话听，必须恁来报告。咱慢慢一定伫咧接近。要接近的时间，所以你即阵来，啊个付买房车付会着，以后要过来上课的人，可能就爱排咧排足长咧。所以，恁今日会用选这个时阵来上课，安怎？哦，你那个录影录不到，哦，我走去迄个摄影机的外口，跟他们逃避录影哦。我本来是想讲两边安尼哦，较袂起高边去啊。啊，结果因为咱的摄影机的关系，因为咱对外公开，所以咱无什么秘密哦。啊，欢迎赞成咱呢。还是反对人呢，拢来看咱的上课的情形，来了解咱在上什么课。咱绝对无讲一挂好笑话，也阿无要共欺骗，哦。啊，因为咱阿无要无款，所以唔惊人看，唔惊人知，哦。啊，即马。高级班今日的课程就特别结束啊！啊，恁即马结束了后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将来的高级官员，啊，要做一个高级官员，恁心理上就要有真大的准备。啊，请问各位要准备啥？恁要准备啥？要安怎准备来做咱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？恁要准备啥？男生哦，准备一梳正水的西装，买一挂水的领带下；啊，女生买长袍马褂下，啊是迄啰。长衫套装，这拢有需要啦吼。但是有一项，大家千万拢不管查甫查某，拢来准备，就是法律。哦，因为咱是用法律告美国，用法律告赢美国，要用法律甲美国人讨咱的政权回来。那若套回来了后，咱嘛是要用法律来管理咱台湾，唔是要用感情的，一定都要用法律。哦，所以请各位加强法律。啊，比如说你有做新台湾论，迄、那个希望大家都要认真个读。今天我利用这个时间，甲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一寡基础的物件，因为恁大家初级班也上过啊，啊，早起嘛上一寡法律的课程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时阵，搁甲大家复习一下。啊，即阵拄啊，大家食饱啊，的时间吼，有可能有一寡人有需要目睭小开一下安尼。啊，你若目睭要开一下吼，
我无反对，但是卖出声就好哈。OK， 是、so。啊，这个过程我甲编做讲是法律的讨论啦哈。啊，这讨论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两边爱来来去去，哦，唔是干呐单方面的咧讲尔。所以，我希望您知影回答，知影举手，哦，啊来跟我交谈，卖逐项拢好啊，重复安尼，安尼上好。啊，因为测验您家己了解的程度较多伊啊，吼、哦，好来，哎、欸，不能动，哎呦，台生。这个是电脑还应该对哪里？那也不叮当，哦有啊 ，OK。So， 那各位来参加培训目的，我来重复一摆，哦，就是要来了解台湾的真正的国际地位是啥。啊！恁来上一挂课了后，常常听着秘书长咧提起国际法、万国公法，也是战争法。啊！恁知影什么叫做国际法无？什么叫做战争法？啊？怎样也就走。哦，这嘛会使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这嘛会使安尼讲吼，但是较具体啦，吼、哦，较具体。国际法，这位同心咧讲的，国家拢通用的，差不多会使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规范。国家甲国家，迄、那个中间的关系，可能咱讲法律，法律是啥物？法律是咧规范咱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，还是人的行为是法律？啊，所以咧规范国家甲国家的迄个关系，就是国际关系，这就是国际法。啊，国际法，可能一般。国内法，所谓国内法，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法，伊拢有一个立法的机关，伫咧创制因家己的国内法。但是全世界国际无一个机关，讲伊是伫咧做国际法的立法机关，无迄个。所以国际法要对倒来，啥物人创造？交流一挂来源，这个来源是对倒来，这个是就是可能大家有一挂人因为知影，伫咧荷兰迄个城市或者海牙，遐有一个国际法庭，伫咧处理国际案件。迄、那个法庭的章程内底有规定，讲国际法官伊若要处理国际事务的时阵，要做国际的判决，伊就爱根据虾米遐来做伊的判决。遐的规定就是这样，遐法官就爱根据头一项国际条约，国际上定的条约就是国际法啦。哦，啊个国际惯例，国际即嘛习惯。已经养成的习惯，爱遵守的，即国际惯例。过来就是一般的法律原则。一般的法律原则是啥物呢？就是讲条约必须爱遵守，特别法比普通法较优先，啊，宪法比刑法较优先，其他的法律
的逻辑，哦，诶，确定啊，咱啊拄着的时阵，我再搁加强甲恁说明。啊，有真侪同心真认真要抄这个课程，诶，原则上这 PowerPoint 你拢会用个甲台生遐 download 落来，咱这拢是公开，所以恁随时拢会用个遐，哦。不一定讲就爱，一定爱抄啦吼。你若一旦登录，你就登录起来就好啊，用个省一寡抄的时间。啊，下面我做正经法。正经法唔是要教人正经规定的迄个法律吼。正经法是啥物？正经法是倒摆，要避免啊个减少正经的损害，所以。在咧西方，伊话正经法称呼做人道的国际法，就是甲人道有关的，就是咧尊重人道，减少人的损失。啊，正经法指啥物？包括原则上大概差不多这五项。可能你嘛捌听，比如你讲过啊吼，海牙公约、日内瓦公约、世界红十字会总章程，特别是关于战争迄方面的战场的规定，所以红十字会可能大家知影，有一个红十字的迄、那个，所以若看电影，若看到迄个战争片，有当时啊有迄个车。从这红十字街，迄就是红十字会的。迄款车，若要去医疗救护，遐已经受伤的军人的时阵，这红十字会这个组织的人员，战争的国家袂使甲伊拍，这就是红十字会迄个规定吼。后、哦、来。美国的陆军战场的手册，啊，这三千几条定啊足详细，啊，对咱唔是军人吼，爱、哦、知影无偌济，啊，其中一条上大条的，确定啊，咱就会知影。过来就是主要咱甲美国有关的，所以美国最高法院。甲战争有关的判例，咱拢会使甲提来做战争法的这个范围来利用。是、今要请教各位，比如说因为法律论述，伊有提起，伊讲要解决台湾国际地位，应该根据。两项还是三项的国际法的铁则，啊，恁知影？伊咧指什么铁则？这两项还是三项？知影无？想知影？初级班伊讲一定爱知影，占领。不得移转主权，啊，搁一项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啊，第三项，因为真重要，就是领土的主权的移转，应有国际条约为依据，哦。这三项，咱会使甲解释讲，特别是对咱台湾国际地位的了解，真重要、真重要的三基所事。我甲清华讲，我这三基所事，要开咱迄个国际地位的门。哎呦，有关系无？啊，若爱讲电话，请你点外口吼。So， 咱即马来想办法，
用这三支锁匙，要来改写咱台湾国际地位，吼、哦。头一项，领土主权的转移，应该有国际条约做根据。啊，咱来问，台湾领土主权，不经过偌侪国际条约？甲咱移转过，哦，马关条约一个，啊，阁有无？哦，旧金山合约，是啊，这就是标准答案啦、啊。是哦，啊，即摆别做下奥哩，你学帮个帮助大家，互大家较容易记个，吼、哦。马关条约，咱其实咱即摆就爱讲个做下关条约。马关条约是中国个讲法，日本个讲法是下关条约。啊，会记个即个日子真重要。4月17，1895年签个，5月初8生效。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条约内底。上重要，你咧讲这个主权的移转是第几条？第二条。啊，第二条安怎讲？伊讲中国，这就是指大清大皇帝，因为这个条约是大清大皇帝跟日本大皇帝签的，所以若讲到中国，还是讲到日本，就是咧指因两个。所以中国要将下骹这部分。全部的主管，啊，甲所有的这什么堡垒啦、军械器、甲公营公共的财产，永远让予日本天皇。啊，什么所在呢？下开地方，台湾伫咧美转岛甲附属的岛屿，西平湖群岛。哦，所以台湾个平和就是这个下关条约，安尼对满清挂号日本天皇。啊，我只写一个 A， 无写出来，大家知影无 ？A 是倒位，你记倒位？唔是啊。A 就是不是韩国，较无挖韩国呀，就是咱咧讲辽宁半岛，啊是中国满清迄阵讲号做奉天迄个范围，迄个就是伫咧 A 所在，写伫遮，但是因为迄毋是台湾，也毋是平湖，所以我无写出来。啊，这个所在 A 的部分。你若听到下关条约，应该拢有啊有听讲完伫咧甲恁说明，即、這个 A 的部分，辽宁半岛是啥物？是满清的啥物？固有领土，是满清的固有领土，所以固有领土是袂使割让的，所以。下关条约定，这个奉天这个所在，结果全世界有三个国家向日本抗议，德国、法国、甲俄国，讲这个奉天是清朝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清朝的法管队，所以。不应该割让，结果日本天皇就爱国家，满清大皇帝，佮定一个辽南协定，将辽东半岛佮海河满清，啊，由此咱就应该知影，
台湾甲澎湖，迄个时阵是满清的殖民地，所以殖民地才用个割让。哦，有这个故事，咱就应该了解这款情形。按这么来看，迄阵满清所割让和日本天皇的台湾甲澎湖这款啥款？这张图大概恁捌看过吧？吼、哦。迄个时阵的台湾，敢那剩一块尔，啊，这边拢无去呢。敢是啊，个咧海底还未浮出来啊？唔是咧吼，这边的所在哦，拢是高沙族的领地。清朝迄阵根本无管啊，这边过来。清朝所管的范围是敢那这样尔。所以真夭壽，唔是一贯的所在。高沙族这边，伊嘛甲挂予日本，所以嘛是违反国际法啦，对吧？所以日本接到这个台湾了后，唔只着爱甲高沙族，搁战差不多一二十年。即将所有的高沙族征服、打败、打败了后，伊才完成整个台湾统一，可以占去。所以，比如说你不提起讲台湾的主权是虾米人创立的，唔是中国人，唔是满清，是日本人，是日本天皇。迄、那个时代所创立的，哦，啊，因为拄啊看报林看讲，清朝迄个时阵，割台湾和日本，是干那迄个部分有效尔，所以即马佫加强各位的印象，好，大家看这张图，即大家拢知影。甚至可能大部分的人拢捌去过啊，荷兰比的灯塔。但是你若看到这张的时阵，大家感觉讲啊，这风景真水嘛吼。啊，其实对咱来讲，重要的所在伫倒，这内底有台湾的历史伫个。想怎讲？恁以后若有机会，过去参观的时阵，今日去这间内底。伊遐内底有一挂历史证件展览出来，大家应该去看看，内底写个足清楚。伊讲，荷兰比这个灯塔是咱台湾所有的灯塔内底唯一有做围墙的，其他所在的灯塔拢无这个围墙，所以这意义在这个所在。为何荷兰比的灯塔就要做围墙？跟拄啊，这个有关系。因为这个所在已经不是清朝的土地啊，所以当时清朝要踮咧荷兰比遐起这个灯塔，因为美国甲逼，讲伫巴士海峡遮定来发生。船难靠礁，因为无灯塔的关系，所以清朝去予美国甲逼啊，讲着爱起一个灯塔。所以伊要起这荷兰比灯塔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土地伊着爱向咱的高沙族买，因为迄土地毋是伊的嘛。啊，伊买了后起这个灯塔。伊嘛惊讲，哎，如果高沙族三国时要来乱呢，所以伊就爱做一个围墙，甚至派兵内底个骑兵啊、带兵啊来固这个灯塔。所以将来大家若有这个机会，过去看荷兰比灯塔，啊，了解这个历史，就会知影讲这个台湾的古早的真相是安怎。所以咱去予中国人骗啊！
讲台湾是因为真拼嘞，对不？头一个反对的一定当然是高沙族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故事内底伊嘛写得真清楚，伊讲满清叫一个英国的迄个建筑师来起这个灯塔，啊，迄个建筑师迄个时阵对高雄行来个屏东，行两个日的，哦，伊跟他往北的，哦，啊，其实是安怎？因为这个台湾美女吼，拢是高山族的所在，所以呢，要来这个顶塔的所在，要来勘察迄个地形，伊就爱经过真侪高山族的土地，啊，每一族，伊拢就爱买通行券，就爱甲当地的高山族交流，拜托，甲买管理，讲可以过。所以一族一族一直继续，唔只行两个日的时间。是，啊，什么？拄啊讲到这个下关条约内容，啊，什么？咱来看旧金山合约。旧金山的合约啦，不是合约。伊的日子，1951年9月初8签的，隔当年的4月28生效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甲台湾的领土主权有关的条约的条文，因为是第二条，而且是第二条的 B， 写讲日本。因为这个条约不是日本天皇跟所有的人签的，是日本这个国家跟所有的人签的，所以这个所在讲的日本就是日本政府，指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跟平和群岛指一切管理的名义跟要求，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就是比如说你们说的讲主管管理，啊，这个主管管理意思就是通敌管管理管、哦、啊个第二条 F 来的看起来就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，所以现在中国人在回说南沙群岛西沙群岛，因为他是他们中国的，这也白做写给你啊，这那不是日本的，那会伫咧这个条约内底写讲日本就爱放弃？那不是我的物件，那就爱写讲我就爱放弃，什么？所以这就是法律逻辑，哦。所以伫遮就用个证明，南沙群岛跟西沙群岛，至少在签约的国家。拢承认签约以前是属于日本，所以中国你要跟人讨，要用什么遐啊跟人讨，吼、哦，是哦。啊，我阁加列一条，这条实在是不应该列的。啊，咱列了原因是安怎，要让大家了解。因为尤其现在马英九常常在利用这条说有啊，日法合约日本将台湾主权还有中华民国啊，哎，你看闭着眼睛说瞎话哦，比这不把你的更惨呢，明明白纸写乌字写说在第二条迄阵签约的，顺着迄落蒋介石的政府承认讲，伫咧1951年9月初8，伫旧金山所签的对日本的合约的第二条已经有规定啊，讲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和群岛，
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收无一切管理。明明这个台北合约写安尼，啊，伊那有法度人解释讲，伫这个合约内底，日本将台湾的主权已经移转到中华民国啊？哦，迄无影无一只的代志，迄比唔捌离国较惨呢，哦，唔捌离啊个袂当讲好笑，伊唔知影讲内底写啥呀，所以伊嘛唔敢讲内底是啥，啊，结果伊敢讲内底是啥安尼，哦，所以真明显是要欺骗人的，对，哦，啊，大家会记得，搁这个日子。这个所在，这个台北合约是1952年4月初8日才签的哦。啊，恁即马看前啊，迄个旧金山合约，旧金山合约是啥？是1952年4月初8日刚迄刚生效。所以这个意思讲，伫咧签台北合约的时阵。旧金山合约已经生效啊！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伫咧这个旧金山合约内底，日本已经放弃台湾甲平湖一统治权啊！啊，那有可能讲事后阁签台北合约的时阵，日本还阁有台湾甲平湖的主权，通阁交中华民国？无可能嘛？对吧？你知影送人的苹果，今日就无啊？那有可能讲你今日阁有苹果，通阁送其他的人？这嘛是法律逻辑。所以秘书长常来讲，读台大法律系毕业，共迄届考律师考无掉的，干哪有一个？迄个姓咩？吼？是，即摆咱已经看过即个三个合约啊，咱会当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讲，台湾的领土主权，自从满清大皇帝割予日本天皇了后，到我即阵，从来无经过旧金山合约，也是经过台北合约，也是其他的国际条约，搁另外别人，所以。台湾的主权是不是继续，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拥有，哦？所以这就是必须定为法律论述，所谓日属的根据。所以这是白纸写好哩，咱讲的拢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乱讲的，哦。来。咱即马讲头一支锁匙，咱用阿遮啦吼。第二支锁匙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台湾的领土主权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。啊，即马请问大家，啊，蒋介石哪会走来台湾？这块土地不是伊的，伊哪会走来？伊靠什么？什么原因？伊哪会走来？像在麦克斯，哎，普通命令第一号 ，OK， 好，那个详细个看嘛。这个普通命令第一号，哦，咱大家即马拢个称呼讲麦帅。普通命令，其实这个命令是美国总统签的，照讲实在是美国总统，是跟他。麦帅公布的，透过伊公布的，哦，所以这个有美国的迄个法律的迄个效力伫个。啊，伊内底安怎规定呢？头一条的 A 内底写真清楚，伊讲伫个中国，加特别个寡妇哦，满洲除外哦，
中国，假所指的中国无包括满洲，啊个台湾，啊个北越，这就是北，迄、那个北纬16度以北的中南半岛，哦，就是差不多北越所在，咱简单的应该安尼讲，就是讲这三个所在，的日本军，不管陆海空。拢着爱向蒋介石万岁投降，哦，这条文是安尼写，啊，大家爱注意，这是讲蒋介石万岁哦，唔是中华民国哦，所以蒋介石是代表民军，尤其这 F 这点有写掉。讲顶头所指的这将军，要去接受日本投降的，而这将军拢是代表联军，才有这个接受投降的这个权利。所以日本的军队、日本的投降者，一定爱向因这将军投降。啊，或者 B、C、D、E 无下载，原因是啥？因为这不是台湾的所在，美就是在讲满洲，啊个北韩由苏联的将军去接受日本的投降，是迄个北纬16度以南，就是南中南半岛，啊个泰国的部分。甲印尼，遐因为是算一个战区，原来是派迄个澳洲的一个将军爱去接收，啊，尾啊，甲是派该派英国的一个将军。啊，那第一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啥？就是日本的琉球，啊，甲一挂太平洋的迄、那个。小岛，拢是叫美国的这个太平洋的舰队的司令去接。啊，伊的部分就是日本的本土，啊，甲韩国、南韩这个部分，由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，迄阵就是麦克阿瑟去接收的。所以，伫遮。跟我们较有关系就是第一点啊个 F 啊，第一点就是讲中国、台湾啊个北越三个所在，拢着爱向蒋介石投降。啊，蒋介石的身份是联军的代表，伊唔是中华民国的代表，所以不要搞错。OK， 过来啊，既然安尼。咱即马就用迄个中华民国甲国民党个俩包啊！伊甲咱讲，台湾是因为安尼被光复，哦，啊伊嘛写个足正大字啊，台湾光复啊！啊这样，这就是我讲跨世纪的大骗局。顶世纪甲即世纪啊，过来甲咱骗，讲是台湾被中华民国光复，咱拄好看。台湾是被蒋介石接受日本军的投降所占领的，不是中华民国给人共和的。所以这个所在写台湾共和，就是在硬骗人，哦。啊，咱也买一个证明。这不是台湾的共和，这是军事占领。这张图就来证明，这个就是拄啊，迄张图的内底面。拄啊，这张图是伫个古早光辉堂，即卖号做中山堂，台北中山堂外口这个牌楼，
啊，内底呢？内底接受日本军的导航，迄、那个灯呢，就是这个图。啊，你导航灯呢？内底那会挂四支旗啊？那是台湾比共和比中华民国共和的时阵，干那挂中国旗就好啊。将来挂苏联的旗啊，美国的旗啊，搁英国旗啊，挂呀，对吧？这就用个证明讲，唔是共和，这是干那导航灯呢？哦，啊，导航灯呢了，这是军事占领，就是根据战争法，军事占领开始。第二个骗局，大家就要注意看这个所在。以下讲中国政府台湾省，这就是马来西亚人骗，那是台湾省。伊甲咱骗做台湾省的时阵，意思就是讲这个所在，这个台湾。是属在这个中国。啊，那是安尼的时阵，为何普通命令第一号为什么要特别把台湾写出来？这就是证明讲台湾不是属在中国，所以那有可能讲是台湾省，对吧？这个台湾省。是中国的称的讲法嘛？台湾人不是语言，那会使甲咱讲，所以伊的一姓，哦，啊，咱嘛有法度通个证明伊的错误。这张就是两个导航灯的时阵翕起来相，这个是何做？太平洋战区，就是咧台湾，即个单一嘛，哦，即日本的迄个总司令，即个是咧中国的战区，伫咧南京举行的，即个何应钦，啊，即日本将军，台湾那是属中国的时阵，干那一个战区尔，干那中国战区，啊，你到导航灯咧干那。一位举行就会使，所以咱即卖用个证明讲，踮咧台湾嘛举行一个导航灯咧，甲中国伊话举行一个，表示啥？即两位无共位啊，所以即毋是台湾，毋是台湾省，咱台湾是属伫咧太平洋战区，所以即是嘛是咧甲咱骗，哦，所以大家。大家上课了，啊，看到这历史图，应该爱了解。好、哦、来，啊，既然蒋介石集团不是光复台湾，而是代表盟军接受日军的投降之后，占领军事占领台湾，啊，但是。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第六条 A 的规定，合约那生效了后，盟国的所有占领军应在90天内撤离。啊，为何蒋介石集团没有撤离台湾？什么原因？您敢无想？无咧考虑，那唔是伊个，啊伊那无遵守这个《旧金山合约》的规定，离开台湾，什么原因？谁允许蒋介石集团可以留在台湾？而且凭什么？哦，这问题伫倒，答案伫倒。拄啊，即董新光死无咯，这是较粗鲁的讲法啦。啊，其实呢，差不多会使安尼讲啦。这嘛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啦吼。啊，咱即嘛较斯文淡薄啊。
拢根据白纸写乌字，吼、哦，咱讲话无南山讲的，拢有根据的。咱根据啥？当然，这个答案就是讲美国温准的嘛，哦，啊，美国为安怎那会温准？咱即摆先讲法律，根据法律的根据。头一项就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。这美国还是真优秀，伊拢安尼，伊的迄落扛阿婆拢藏伫咧遐条约内底。23条伊甲规定讲，美国就是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伊那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伊就有管理。什么管理？就是第四条。即马去跳来头前去，第四条的美来底下，伊叫日本爱承认。美国的军事政府对日本啊，甲日本国民伫咧台湾偏哦，啊甲琉球的所在，伊的财产的处理有效。所以美国啊，会使踮咧这个所在处理日本国民的财产，财产就是包括土地啊。哦，啊咱。咱台湾地区平和，包括这在内，所以美国会当处理，就是伫遮。所以咱台湾要从什么代志，美国会使可能化东化西，原因伫这个所在。啊，咱拄下咧迄个问题是讲，是安怎蒋介石那会使留的？伊根据旧金山的合约，就要离开。实际上，可能跟这个问题有关的，就是1949年十月初一，中华民国变作流亡政府，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作一个流亡政府，袂当回去中国啊，所以只好美国啊，就爱回留喺台湾。啊，伊个运气袂歹，佮拄到1950年的时候，6月25日，韩战爆发。韩战爆发，美国人嘛惊讲毛泽东会要来侵占台湾。毛泽东既然会派兵入去韩国、北韩，伊嘛有可能派兵来台湾。所以美国啊，为着要顾台湾，迄阵有可能就是安尼。伊只温存蒋介石退役过台湾，继续留伫咧台湾，所以咱运气算足歹就对啦吼。拄着韩战爆发，是哦。啊，咱慢慢听我证明，是安怎美国有这个权力？咱即摆阁看拄啊迄张图，咱拄啊敢若注意讲台湾共和。啊！甲这个所在写中国战场台湾省，这两位伊甲咱骗，其实还佫有一位伊嘛无甲咱讲，就是倒位顶下只三支旗啊，你有看无？遮嘛佫一支，这三支是甚物旗啊？这三支拢美国旗啊！哦，迄个时阵，蒋介石派陈仪。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导航，迄、那个典礼会场的外口插美国旗啊，嘛是用个证明讲台湾唔是被中华民国光复，是联军占领，啊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连蒋介石都爱插美国旗啊。哦，这个嘛是能证明。啊，这款图古早伊拢甲咱藏起，咱拢唔知，唔捌看过。加在，即嘛有网路，听我调一挂些旧的图出来。过来，这张彩色的，真水看起来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牌楼，甲拄啊迄个，叫咩共款？
但是大家要注意看嘛，这已经改做中山堂啦。就是以后啊，这张是什么时阵呢？大家若拍 Google 罗查的时阵哦，这张你 Google 内底个称呼讲叫做光复庆祝光复50周年的时阵，是不是？就是1995年，迄阵是不是？唔叫彩色的，哦，啊，结果呢，伊嘛是搁甲咱骗台湾光复，啊，即嘛美国旗啊，伊甲唱一只，美国旗啊，唱一只，顶啊只无去啦，吼，但是只还搁唱两支滴个，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50年，中华民国。啊，个未未记个讲，伊会当带台湾是爱感谢美国。哦，这就是咱互骗去，啊骗个即阵啊个唔知影个原因，我阁予大家看一张图，即、這个就拄啊咱看个嘛，即、這个啊个即个。这两张图是啥？这两张图是这里可惜较细里啦吼，就是中华民国伫咧庆祝伊100周年、100岁的时阵，迄阵的翕起来相。啊，中华民国咧庆祝100岁，是安怎咱就爱挂美国旗啊？啊？美国人咧庆祝伊的国庆，伊敢就爱看别国的旗啊？唔免嘛。对吧？所以中华民国伫咧庆祝伊100周年纪念，爱挂美国旗啊！这就是证明讲，美国才是伊个老板。哦，啊，可惜咱台湾人拢唔知，啊，不但唔知，啊，佫有一挂戆台湾人伫咧摸这个光复的神主牌啊！这才是。不可思议的，哦，咱去予中国人骗去，啊，咱就甘愿啊，因为也无共国个啊，啊，甚至台湾人嘛要骗咱家己，这实在是不可原谅，哦，不可原谅。过来，谁的记得见？恁报纸。一定不看个纪德健，中华民国讲纪德健伊个啊，啊其实呢，你看这个美国旗啊伫倒，啊中华民国个旗啊藏伫倒，藏喺下骹呢。即代纪德健乃是中华民国个，为何伊个旗啊那唔敢藏喺顶头去？以前那就爱藏美国旗啊。哦，啊，这张听讲就是《苹果日报》甲翕起来。啊，《苹果日报》哪会甲翕这？大家会记诶，咱小琉球下，敢是有一个渔船啊，去互菲律宾，啊，拍沉落去，渔船长啊死啊，对无？啊，中华民国去甲伊飞。菲律宾拢无要插人啊！啊，到尾啊，是美国出面，菲律宾才答应讲好要调查，哦，啊，尾啊嘛讲下唔到，啊，佫甲赔，对吧？啊，迄个时阵，马英九无话声，讲伊要派海军，要去向菲律宾讨公道。宣示主权，啊，结果派一下。当然，你挂美国旗啊，菲律宾那个怕你，唔敢嘛，对吧？所以结果伊派出去的公干是挂美国旗啊。其实是美国做民主合意的，哦。啊，咱若看到这张相了，大家就要知影。中华民国
你借助新闻要骗人，以后咱唔能够叫骗去啊，是不？啊，即摆咱会得到一个结论，所以台湾是比美国所温存的蒋介石的集团军事占领，唔是比共和。美国是受管者，蒋介石的集团是比受管的代理。开始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，以后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的规定。所以咱直接用来讲，比如你的法律论述，美战迄、那个根据就是伫你这个所在，哦。所以咱的主张拢有根据的。而且嘛有报纸的证明，这张报纸是去年六月初到《自由时报》报出来的。迄、那个时阵就是前一天、两天，习近平去拜访奥巴马，啊，因见面了后，美国的 CIA 即漏这个消息出来。美国的 CIA 将古早的档案留予新闻单位，予因去传播。内底写啥？哦，美国的中情局伊的迄个秘密文件，自由时报敢那个把敢那加工，这个文件内底讲台湾的地位是未定。啊，其实呢，这内底有有。一句滴个，这个报纸，咱伫迄个办公厅的走廊呀，因为有打出来，大家用眼去看。其实只有一句话，迄句话较重要。迄句话就是讲，台湾仍然处于被占领中，这就是咱来讲的美战。咱台湾是被占领的所在，唔是被攻克，所以台湾的地位唔是未定。咱讲清楚，咱即摆的地位是啥？是将来的地位还未定，但是即阵的地位，咱已经足了解。啊，即摆咱阁回头转来，咱的迄个第二期的首席来个看卖。因为占领不得以专主管，所以台湾不管比什么人占领，比美国也好，比蒋介石的集团来代理占领也好，都不得移转其领土主权属于日本天皇的事实。所以占领不移转主权，那么应该证明提出来。所以咱的结论，台湾即阵的国际地位就是日苏美战。这咱已经甲证明出来，哦，即卖国际地位唔是未定，是已定，是将来的地位，咱阿个唔知啊，将来要变安怎阿唔知，是不？啊，即卖从最后一句说起，咱个甲提出来用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咱先来研究这个问题，比美国温顺。到我今仔日还阁留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，伊的性质，伊这个组织的性质是啥？哦，咱来个了解看嘛。那什么历史各个冰岛等来对头，过来分析哦。这咱已经讲过啊。1945年10月25日，是根据一般命令第一号，蒋介石的集团是代表民军来接受伫咧台湾日本军的导航，并且执行军事占领。哦，这个时阵是安尼。过来，第二个时间点。在1949年10月初，
毛泽东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台北，在1949年12月。所以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，在这个时阵根据国际法，已经变作流氓政府啊。啊，就是 Chinese Taipei， 好吧？那有什么运动会？啊，那挂着什么中华台北？那就是 Chinese Taipei。啊，你恁怎么知啊？那是流氓政府的运动员，不是咱台湾的运动员，呀？所以他們打贏打輸跟我們無關的、所以記這個時間點是這樣。再來，我們也應該證明流氓政府，這個是毛澤東他們在在南京退中華民國所建立的蒙牌。一个下工，在1912年出世的，啊，1949年死亡的中华民国，共产党已经甲代替咧中国啊，啊，咱即摆来看这个。蒋介石这个组织是什么款组织？头一点，1949年、1945年12月25日接受日本军导航的时阵，伊是指啥？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。啊，1949年10月初一，这个军事占领还阁继续存在，但是中华民国阁加一个性质出来，伊就是。流氓政府在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，伊继续还阁占领在台湾。这个时阵，咱拄好讲过，伊是代理美国占领台湾，而这个军事政府。啊，另外第二点，这个逃亡来到台北的这个流氓政府，嘛是继续阁存在。所以咱有这个表，就看得出来讲，对1949年开始，10月初一，到我今仔日，伫咧台湾有两个蒋介石的组织同时存在，其中一个流氓政府。初期的时阵，还阁予美国甲承认，外交承认，甲承认讲伊代表中国。啊，美国甲中共建交了后，伊就无甲承认嘛。迄个时阵，美国用即马即个台湾关系法，称呼以前的中华民国叫做台湾独立中国。啊，因为安尼，对这个时间点开始，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伫咧台湾，所以真侪人被模糊啊。认为讲台湾甲中流亡的中华民国，甲混在一起，以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原因在这个所在，咱即马阁个回头过来看，就是对这个时间点，1949年10月初一开始，台湾有两个蒋介石的集团，啊，这两个和大家分袂清，所以大家在咧搞不清
认为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是吧？阿兰多啊，这第三期收集就是讲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阿兰个看，因为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绝对袂使踮咧台湾合法。伊若要合法，就爱登记因中国。所以 Chinese 台北一定爱离开台湾。哦，啊，美国爱亲身来执行台湾的军事占领，安尼才会当予咱台湾的国际地位。正常化，这是咱的诉求。哦，啊，大家有了解哦？还是大家拢在睏啊？啊，最后，事实嘛证明，中华民国已经开始伫咧宽保护啊！啊，恁敢相信？我相信，有无？那阿个唔相信呢？我就证明给恁看，有要看无？目睭金条，哈哈哈！这条相恁把报纸看见未？去年八月十八，这个画面是对联合办、联合报提出来。其实其他的报纸也有啦。这是什么人？恁知嘛？吼、哦，啊，对吧？这就是吼、哦，因为洪仲秋迄个案件有无？所以这边李焕英脑子就厉害啊。通过一个法案，迄、那个什么法案？就是讲五月日了后，这是八月哦，即卖已经通过啊，已经开始啊。军心法修正案件，立法院通过，啊，表示啥？将来所有的军法案件，拢移转去司法来审判。所以做兵，将来。不是用军法来个判，即卖是用司法。啊，昨不是已经判过啦？洪仲秋遐有关的五六个人判几个人尔，所以被告这方面不服，要准备要再上诉。因为安怎？因为伊讲。司法院判决太轻，哦，啊，就是已经证明讲，不是用军法来判，是已经用司法来判。好来，第二张，这较早出啦，去年五月，《苹果日报》报出来，讲。三军司令部要裁撤，啊，国防部讲只能做不能说，哦，三军司令部要裁撤，大家想看吗？陆海空军的司令部要撤销，司令部是啥？是花号司令嘛，对不？简单。啊，司令部若撤销，是不是无人发命令啊？安尼，迄个军队，什么人来指挥？无人指挥嘛，对不？过来，搁较早死啦。2012年。联群走入历史，
人群是什么？人群是后勤的单位，在补给军队的。啊，军队若无饭当吃，无物资甲补给，迄、那个军队敢无法度人存在？哦，来，2000公告呢？迄个时阵，《自由时报》已经报出来，讲宪兵要裁撤。啊，宪兵是啥？宪兵是兵啊的警察呢，是伫咧管兵啊的。啊，即摆宪兵裁撤了后，兵啊煞无人管，敢有迄个军队？对吧？起码时间还未到，但是司令部已经猜测了，对吧？啊，就反正时间还未到，伊听我点么咧换来换去嘛，对吧？啊，你个人耗消耗咱的钱嘛，啊，起码大家吼，这四张相，四个消息。你个连做一个的时阵，军队无宪兵你个管，啊无补给的单位你补给伊，也无司令部伫咧个发命令，啊最后啊无军法庭，那犯法的时阵一旦个判罪，安尼迄什么军队？迄、那个军队已经无啊啦。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在处分中华民国的军队，所以这个就是证明必须跟你说的，今年美国要来吧，美国人要来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温存说，有中国人可以拿到枪，反正会乱开枪跟他们抵抗，所以美国开始在处理中华民国的军队，处理完一礼拜的时阵，唔才较安全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唔是咧，咱咧空思妄想。事实已经伫咧证明。这拢是事实，啊，会当证明。中华民国一个官报啊，准备要炸。安尼，咱那个，台生，还有时间哦。OK， 所以今日因为可能困的人较侪啦吼，发言的人较少，所以我会当讲真紧。就结束。啊，不过还有5-6分钟，大家若有什么问题，咱会当提出来，互相讨论。法律的部分，看恁还有对无了解，还是讲要加强的所在，免客气。各位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，啊，大家拢听有啊？能了解、没有问题吗？请举手。OK， 拜托。那照咱即阵应该爱了解的，台湾是被占领的所在，咱袂使有兵。我咱从来嘛无啊。那兵啊，不是咱的啊，那是中华民国的啊。对啊，按意思是调去和中华民国做兵啊，不是和咱台湾做兵。无啦，即马中华民国若走的时阵，那兵啊就无伫个啊，无一定啊，会使留的啊，免对伊走啊，免对伊走啊，安尼了解无？咱是被占领的所在，
所以治安还是说军事保卫，美国就要给我们顾啊，我们没必要做兵啊，就是天后啊。哦，还是你想，咁咱还阁有台湾囡仔要去做因中华民国的兵，对啦。啊，当民政府成立起来的时阵，哦，接管的时阵，因就知啊嘛。哎，迄阵因人应该算的啊，对不？噶啦，因本迄个下关条约定落去的时阵，哦，咱补充。嘛，会使讲，日本有予迄个时阵住伫台湾的人两年的时间来做决定，看你要留来，将来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转去满清去做满清人，哦。所以咱将来嘛会使学安尼，讲予你偌久的时间，啊，你若要做中国人，你会使转去，哦，啊，若要留来。就爱遵守咱台湾的法律，对吧？呀、yeah? ，OK， 阿弟，哎，呀，对吧？迄、那个军队呐，消灭去；迄、那个军队呐，无去的时，啊，你要做啥物军？都要过继续，对吧？无，也无可能个代志。哦，啊，那讲因为签约有权利甲义务的关系，啊，你就要向中华民国讨啊。啊，看中华民国走啊多去，恁就甲丢在遐去啊？啊？对。啊、当然，咱另外用个利用别款的方法，刚我拄个讲个讲，咱是比占领，对吧？咱比占领嘛，有比占领的人权，哦，啊，甲咱占领人，就爱保护咱的人权，啊，这个人权包括啥？咱的性命甲咱的财产，所以，什么人？财产比这个军事政府接收去的，那是非法的，咱拢要甲讨回来。好、哦、，OK。啊，那这是伊的自由啊，哦，不，恁来知伊不知情，哦，恁家来做兵，啊，伊唔知，你袂甲讲，哦，无要紧啊，无多啊，无多啊，咱也袂当甲强迫啊，哦，啊，不做咱老丁，对不？啊，咱老网站，啊，伊那无爱。无要接收，无要听，对啊，诈骗集团，啊，你讲，恁老爸互恁互诈骗去啊，是毋？对啦，对啦，这我知影啦，这足多啦，咱即摆还阁足多啦，足多是安尼啦，啊，咱即摆无法度啊，对无？啊，无你要安怎？伊不爱听接收咱的讲法啦。嗯、听说平潭不错呢，建设得很好呢、哦、都高楼大厦呢、我啦慢慢啦用一些事实给他说明啦，像说我刚才给你看的那些像那些都可以
各位同心，下课休困十分。